大白天的，旧教学楼都散发出阵阵寒意。有趣。连个鬼影子也没有。哎，安息香起作用了。嗯？哇咔咔，有新鞋的味道，我喜欢。哎？咦，怎么回事？人不见了。喜欢吃鞋子的妖怪，你是石壁灵，守灵夫。什么守灵符，一点作用也没有。好戏在后头。骗你的，其实这是爆炸符，效果不错呢。嗯？这是替我搔痒的符咒吗？打扰你了，我们校园新闻组刚巧路过，在拍摄旧教学楼的报道，你不用理我们。又有新鞋子的味道，太棒了。